主料：莴笋一根，辅料：油二克，盐二克，葱一根，大蒜一克，香油一克，生抽一克，白醋一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莴笋一条备用，将准备好的莴笋去皮，切成丝，葱、蒜切碎备用，把切碎的葱花蒜末放在莴笋丝上面，加盐、生抽、白醋，锅里放油烧热后，倒在莴笋丝上面，放在大盘里面拌均匀，加入香油，装盘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这道菜的精华就在于蒜切碎一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